家好，我是愤怒的布道公。哇，愤怒的布道公，你会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最大的特长就是翻跟头。翻跟头？那你翻一个让我看看。没问题，而且呀，不管我怎么翻跟头，我都不会倒下的，你可瞧好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这个愤怒的不倒翁啊，是我胖妞自己做的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胖妞你也教我做一个呗，我也想要一个不倒翁。没问题，做这个愤怒的不倒翁只需要一张纸，而且呀只要几步就完成了。那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学这种简单的了。那咱们等会儿做完以后让他们比赛锻炼呢。好，来，一人一张双面彩纸。第一步呢，咱们先把纸斜角对折两次。折好之后就是一个三角形，接下来咱们把三角形上面的角给它折下去，两边的角也给它往里折，叠好了，现在像一个信封一样。折好之后呢，咱们把两个三角形继续沿中间线往上折。现在呢，这个不倒翁已经快完成了，咱们继续把它的角向上翻折，另外三个角也往里折哦。折好之后呢，一个愤怒的不倒翁就完成了，咱们给他画上小表情，画两条粗粗的眉毛，大眼睛，啊，这样啊。最后呀，再把它从中间对折一下，一个愤怒的不倒翁就完成了。完成了，我试试我的。试试吧，我试试我的。喂喂喂，胖妞，咱们两个比一下，看谁的不倒翁啊，翻跟头。